天气越来越热，短发到底要怎么扎才好看？夏天防晒要做好，短发肯定冇难度，但你三招够唔够先？第一种，苦过发湿盘发，处理头发固定，套动翻两圈，再将剩下的头发边上过边，另外一边都一样，两个边子交叉，一直在固定。夏天搭配小裙子，温柔感满分。第二种，浴室剪零边发，把头发分两分，处理头发固定，套不动，向里翻，再处理，一套一翻，重复到耳朵上方，剩下的扎马花。适合夏天的剪零边发，留边邻家女孩。第三种，甜菇少女边发，头顶处理头发，边三股边，发尾固定，侧边处理头发，穿个辫子中间，一曲一穿，直到耳朵上方，另外一边都一样。女团甜菇风，聚会约会必备。搞掂食碗面，喂，学识未啊？哦，三点啦，饮茶啦喂。